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，但怎么就坚强，不说上去又不敢想，明明明白天的路往，此前江湖越发紧张，无法深藏，爱没爱过想听你唱，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对闺蜜心肠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再去试试抱着回的我，讲真的，伤得不可得，是最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也好过一句话，自作的心啊，真香啊，至少能换来是我洒脱，你的是我自我。今夜特别漫长，有个好人一直被牵挂，缘分某种倔强，不说相聚又不敢想，对你念念不忘，此生相互缘分紧张，无法深藏，爱没爱过想听你讲，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对闺蜜心肠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怎么不难过，当你亲口说别去深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，讲真的，伤得不可得，是最难割舍的，可再好好过也好过你解脱，自作多情了，好把我认了、哎呦我的妈吃饭了，老公。来，饿死我了。快吃吧。吃啥？我不吃，白饭。在哪里？在哪里见过你？笑这一首戏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。见过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不是大换吗？不换。嗯？吃饭了，来，你呢？送菜单了啊！某种是假，不说相聚又不分享，明明对你念念不忘，
哎呦我的妈！好家伙，又在背着我藏好东西，改不了这老毛病。我的，你的分，我这九一格。机会来了，喂妈妈，喂妈妈。吃饱了，吃完收拾啊！丢人！今天吃点青菜，给你发点饭。啊！我也不是羊。鸡蛋一人一个。我要你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给我喝汤。
丢人。啊！浪毛兵又翻脸。地塔来个偷梁换竹。吃饭了？吃饭不叫我们？哎呀，忘了。飞娃娃。飞娃娃。好吃吧？嗯，味道真浓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款河粉呢，是金汤肥牛味，是肥大的啊。打开之后呢，里面有四个小的包，一个粉团，一个小叉子。粉团呢是大米做的，而且是非油炸的啊，开水冲泡一下就可以吃，特别简单，特别方便的，而且口味还有很多的，宝们。咱家河粉呢，中辣的、爆辣的、麻辣口味都有。我提醒你，什么鸡蛋？我这里边放俩鸡蛋呢，跟你还留一个呢，没了。丢人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滚！啊！你这是啥呀？啊，这啥病？还敢背着我藏门才扣肉，我就把肉都吃了，看你一会什么反应。没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媳妇儿，就一个鸡蛋了，你不吃我吃了啊？你吃吧。哇！爱吃鸡蛋。今天让你吃过瘾。啊！河粉爽滑细腻 Q 弹，大口吃真过瘾。我吃鸡蛋了吗？
这是几个鸡蛋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两个，我三个啊！滚！哎呀，不小心。你吃吧。今天选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？不，我选看不见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君子一言无妄。吃完了吧？哎妈，吃饱了。是不是老饱了？那我要开吃了。吃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就一块猪皮。你爸怎么了？啊？辣椒给我，哎呀，河粉啊，真香啊！我给你准备梅菜扣肉不吃啊？真是的。大辣椒不吃啊？给我吃一口呗。就那一种。哎呀，好不好啊？这能吃饱吗？梅菜扣肉，这回是真的梅菜扣肉，我吃够不改。浪毛兵又翻了。今天我好好给你上一课。看看你藏了几个鸡蛋，都给你吃了。
C 妈妈。C 妈妈。鸡蛋呢？啥鸡蛋？是那鸡蛋不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次又要正饿啊？看饿这么收拾你。你睡觉吧。我吃河粉吧。我吃吧，我吃河粉，我就尝一个就行。那个，我给你做的那个泡椒鸡腿行吗？肉啊。对。不想送去又不想。看看你吃完什么饭英。这一大口看的我都馋了。河粉大米做的肥油炸，泡15到20分钟吃，口感好量多。天天套路哦，今天也让你尝尝芥末的味道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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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啊！太香了，今天给老公准备个鸡腿，给他个惊喜。我吃鸡蛋就行了。滚！
背着我躺。你这碗多啊。哦。啊！这是啥呀？佛跳墙，还佛上天呢，佛跳墙。滚！哎呦我的妈！今天你挺勇敢。